朱哲他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有目标的人，所以他一直在为自己的目标奋斗。朱哲一直以来都是在积累事业，成长是他给自己制定的目标。他其实一直因为学历方面很自卑，你呢，实践经验丰富，但是缺少一点理论基础，所以他一直在很努力。前厅对英语的要求非常高，经常会看一些专业上面的书，一定要把根基扎稳，一定要做成这件事情，是很坚定的。朱哲无论做什么事，他不会投机取巧，工作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比较真诚，挺为了自己去奋斗的。从今天开始，由你带领运营总监的工作。我也希望做到尽善尽美。升职以后的朱哲就更有自信，这个是很大的成长。其次就是亲情方面吧，他以前一直在为家里去付出。我姑娘你们两个人上大学就花了36万，并没有换回理解。你就是想害我，你往死里想害我。老子不干，你要死啊你，那可是你亲弟弟。后面他是用另外一个层次的爱去告诉他们，你们要成长。跟你说了多少遍，做人最重要的是自强自立，不管怎么做人要强。到后来呢，跟弟弟的和解也是朱哲一种释怀吧。第一张挺好，工厂继续。这部戏最吸引我，其实就是五个女生的感情。四个人跟我都很合得来，就很开心。22楼这几个女生的事情，只要她看到了，她嘴上说不管，她心里一定是惦念着，一定会去帮忙。等着就等着，不能把你也送进监狱里面，让我们一家三口带到房里团聚。赶紧回去吧。别弄得大家都难堪。我觉得朱姐她就像一个贴心的大姐姐。这个毛你真好。Lucy， 我觉得你应该认真考虑一下。回家回家，妈妈有劲。她会给你安全感和踏实的感觉。自信的人最美，特别棒。其实每一个演员演角色，多少都会这一段时间很像这个人。他很多为人处事的方式和坚持学习的态度都是会影响到我。马上送到2315，但是我想大大方方的带着我房务部的眼光去前厅实习。我在他身上也学会了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东西是最真实的。我希望我会变得跟他一样果敢，一样坚强，一样开心。朱哲，你很好，期待你能遇到更好的未来。